卫视电影台最新最强猛片重锤出击，对冧佢！杜琪峰再闯警匪片新高，三人行追击半个地球，瞄准潜行内奸，试图行者。仲有卫视自选电影台，陈木胜、洪金宝联手打造超强功夫巨制《危城》，台前幕后原班人马以血呈现全新电影《盗火新闻事》，一月只在卫视电影台。